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呢，今天呢一同莅临艾丽盖新主演哈嘎新 Q 球的演出。很重要的一个拓访以及工具，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在学语言的时候，其实最好的就是透过唱歌歌曲，最佳歌词的创作者。那时候这个是特别有意义，它代表广音乐人中音乐曲中以来哈嘎文化客人的一个重视。音乐是个很主观的一种艺术表演形态，所以我每次都要讲，比赛是一时的，音乐是永久的。天公不欺不欺